Hi, I'm Vincent Ma.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第二個產品啊，都係同你頭先嗰個永恆之光嗰個冇關係嘅，唔係，但個公仔有少少似樣喎，都係一啲 Q 版啊，比較少女向嘅一個人設。所以我咪邀請兩位嚟咯，因為你哋都係玩開啲少女向同埋啲 Q 版嘅，咁就啱曬啦。咁今次呢個咧係咩產品呢？就係、是、和睦先啦、啊，係啦，即係德哥砌梅嗰間。第一個，唔該幫宣第一個完成品啊！即係以前佢哋出成品，係啊！而家呢個成品嚟㗎，成品嚟㗎。係啊，我覺得喂，你可能你要呢、這個，你要轉轉幫我，轉一轉嗰個畫面先。係，依家我睇睇到啦，噔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係第一款係咪啊？第一款嚟㗎，第一款和無線嘅成品啊，就係艾利食人魔啊！呢、這個嗰、那個那個系列叫做無限奪體系列啊。咁咧，今次咧好得意嘅喎。咁佢咧，因為呢一個咧，佢雖然係一個公仔啦，你唔好以為佢就一個公仔出咗就算啦。其實咧，佢有成個故事咧，又係一個叫做好似佢有一個配套咁啦。咁啊，有曬佢啲人物設人物啦，設定啦，設定啦。嗱、嗯，咁呢個女主角啦，咁佢點樣樣就會邂逅呢隻食人魔嘅怪獸，打低咗佢之後咧，走去同佢合體嘅喎。冇錯啦，就呢個啦，合體咗。呢、這個真係幾科幻。嗱，呢個就係食人魔啦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就係佢合體咗之後嗰個樣。但係食人魔係機械人咁樣。機械人怪獸嚟嘅。但係有生命。係啦，就打贏佢之後咧，嗱，跟住咧嚟緊咧，噔噔噔噔，你睇下，無限無限巨人啊！哇，下一隻奪warning。所以叫奪體。係啦，獨眼巨人。因為好多時候呢啲原創 IP 佢冇電視嘅卡通片啊，或者啲遊戲啊去 back up 咧，佢就要靠自己去。創作一個故事背景俾佢，一啲新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個艾利嘅老友啦，可能就係叫做茱莉亞啦。咁啊同阿王同只和大王合體啦。咁啊就慢慢就啦 ，show 俾大家睇啦。嗱，咁啊咪合體啦。跟住又有個第二個 character 啦。呢個就係同一隻星星啊 ，Kong 啊，係啦。咁跟住咧嗱就係咁啦。咁啊有啲再強化咗啲嘅。所以我真係好欣賞佢哋咧。其實即係你問摩卡亞，其實投放之前佢做一個原創 IP， 仲要畫埋公仔、創物故仔，其實係好多心血喺裏面。好得意喎！呢、這個精靈喎，呢個係一架車啦，呢、這個恐龍啦。佢呢啲係遲啲會出嗱，不過咧，雖然話你付出咗好多心血，但係對件產品係有幫助。係啊，因為如果完全冇古仔咧，其實你對住佢就係好靚嘢，係乜都冇。唔知咩事？咁而家你知道啦，哦，原來佢係會打敗佢，而攞咗佢嗰個嘢而可以合體。喂，依、這個我真係冇諗過，打敗個人跟住攞咗佢身體。冇錯啦，奪死咁啊，直情佢話犀利。跟住嗱，呢、這個又係咁樣啦，可能打敗只恐龍，跟住將個恐龍變咗做架車啦，見唔見到啊？呢、這個又係啦，一隻咁嘅大怪獸蟹嘅怪獸咧，即係變咗一個隻飛船咁嘅嘢啦。好啦，咁就係咁啦。咁所以如果咧，嗱當然啦，都要啦。我諗呢啲咧係設定嘅啫。設定嚟嘅。咁大家都要睇下呢隻嘢個銷量之後再算好啦。咁所以咧，睇實物啦，要睇實物啦。講幾多錢啊？呢、這個真係唔係好知道。嗱，上次嘅模型188啦，呢啲我諗都係啦。我諗200多蚊啦，我諗啊，因為成品始終係個將個轉價同金都係200多蚊。喂！上次嗰只乜鬼話嗰只機械人天味唔係啊，300蚊嗰個啊，咩之父啊，甲斐之父都係300蚊啫嘛，呢啲我諗200多蚊搞掂噶啦，係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就俾你打下啦，咁個成品就係咁啦，好唔該啊 ，Walker 係嗱 Walker 155就講鬼，真係兩嚿水唔使啊，玩過你就知佢構造係好簡單，係好簡單。嗱，首先係要我呢只拉大個主角啦，咁呢個咧就係佢已經咧係因為咧。佢要同呢啲叫做怪獸對戰噶嘛，咁、所以咧佢都有個戰鬥服噶啦，已經係個戰鬥服見唔見到啊？咁阿的咧已經幫佢咧嗱攞咗咗支炮啦，同埋有支劍啦，光劍啦。咁、個比例咧有啲似呢個彈珠人嘅感覺，係咪啊？即係好一個唔正常面，一個五短啊，五短啊。五短啊，又有啲似，我覺得有少少兩頭身啊，係啦，或者係有啲少似咧《魔神英雄傳》嗰啲咧，係啊，嗰啲一個大頭嘅怪獸啊，咁好咯，即係點樣能夠打嗱？好啦，我而家就係個幻影故事啦，我嚟啦，哇！一嘢將佢打爆啊！之後點咧 ？KO 好咯喎，嗱 KO 咗佢咯喎，係咪啊？咁我咧呢個咧就要準備咯喎，奪射，首先將佢好打開個頭先，跟住咧。掹咗個頭髮，哇！要咁犧牲咁大，係啊！跟住咧掹埋個面罩，哦，即係其實即係係換佢咧改體啫。準備咯，因為咧佢要結合啊嘛。跟住最奇幻嘅地方就係呢一度。係啦，嗱，陣間咧我又跟住一隻手又要搣咗佢，嗱兩個手又要搣咗佢啦，嗱得翻個頭咯喎，係咪？係。跟住咧將個身體前後再掹曬佢。
就出現了最特別的人棍出現了。是啦，那個沒有手沒腳的人，接著呢，這個心口呢，接著怎麼用呢？將它邊個身體成為頭部。是啦，身體成為頭部。嗱，見到啊，都幾靚嘅喎，想像係幾好喎、啊。你佢又可以叫做咩啊？又真係合情合理嘅喎、啊，跟住將佢咧拍翻落嚟。哇！即係恭喜下老闆喎、啊。係啦，嗱，可以拍翻落嚟啦。咁、嗯、個頭盔喎、啊。跟住咧，將佢咧只腳咧縮翻埋佢，就變成一個膊頭。哇！啊！哇！創意滿滿喎、啊。好啦，準備啦，跟住就可以準備啦。冇諗過咁樣。好啦，咁隻食人獸咧就閂埋隻眼睛。咦，真係冇揾錯人啦！揾你兩位介紹下，打開係啦，食人獸，你幫我係啊，吞口吞，係啊，吞。咁咪露出一個駕駛座嘅物體啦，咁就反咗啲嘢出嚟落去啦，再掹埋兩支炮，即係變咗頭盔，純粹係啊，將個心口變咗頭盔，即係手腳就唔好理佢啦。誒，總之就結合啦。巨型嘅斯塔。啊，咁佢只腳咧，其實佢都有一個變形嘅，但係變完咧就近過少少，係。個分別就唔算係好大，但係係有佢嘅心思喺度嘅。但係呢個最難 O 都係呢個啊，兜唔到出嚟住。有佢有個爭少少唔緊要。呢個一啲原創佢啲諗法，即係我咁老餅，我真係覺得其實都算係幾好㗎，係啊。起碼有啲嘢玩下咯，你會變咗一個人啦。同埋用翻啲舊模，唔係用舊模式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跟住又有隻怪獸又可以合體啦，跟住啲嘢又有少少變形啦。嗱，呢個其實咁都幾靚嘅。雖然就變咗個人棍咁樣，但之後後屘變會點樣合體呢？即坦白講，我攞到個產品嗰陣，初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唔緊要啦，有佢啦，係啦，跟住咧就將呢兩個手炮武器，本來喺個膊頭度嘅，就將佢砌翻落隻手度。好啦，咁我準備結合啦喎，好合體，嗱呢度打開咗嘛，係咪？朋友號，將佢攞去啦。啊！就吉翻落个窿度，噔噔噔噔，我请啲先，得唔得？好嗱，啊得啦，哇！噔噔噔噔，咁啊变成咗骑住咗只食人魔啦。咁啊几抵死。其实我觉得都几靓嘅，因为揸上手，佢呢只嘢会即系呢一忽会变咗做头盔。系啊，同埋咧佢个手感咧，好似头先阿的话斋，其实佢有少少合金成分咧。咁其實咧摸上手咧都係硬淨嘅，都係有少少重量嘅。咁同埋咧，不過佢嗰啲關節咧就唔係我哋玩開嘅球形關節，佢有少少好似山口式嗰種斜切嗰種手嚟嘅。咁但係我又覺得，如果你話齋，喂$155唔使自己砌，唔使自己砌，唔使油環色，合彈都99啦而家。係啊，仲要合金喎，仲要上曬色喎。我自己覺得佢有啲地方嗰啲鬆緊度可以再好啲。咁可能因為只係第一隻產品啦，咁我哋有待佢嘅改進啦。有啲地方好緊，有啲地方就唔係鬆，但係有啲地方就唔係好緊。咁你玩嘅時候咧，有啲位唔係好順。不過咧，我就覺得佢咧，即係有一樣嘢好，而家啲國模咧，開始以前咧最舊病咧就係個面相啊，即係永遠都追唔到嗰啲日本。本牌子的女仔面上這個呢，我就覺得就很漂亮，很 OK， 即是如果你說喜歡面上喜歡顏色的，是啊，還有多兩個表情的，是啦，就是這樣，給我給觀眾看看，是啦，那我可以換那兩個樣子的，有興趣的朋友仔就要支持一下，對我來說真的有見識，$155人仔，問你死沒。